哎呀，好好嘞。哎，那你说。好啊，可以呀，对吧？哎，那我来医院呢，多少个来过来看小伙子没好嘛？哎呀，三十一的，那现在都是这个，咱们胳膊动一点都不动。妹妹好，我搞弄一下，搞弄一下，搿是下压，搿是下压弄。哦，搿下压。下压弄，哎，下压弄。哦，搿下压。 看到个新闻，视频说一只14公斤的猫，把一个把主人的那个胃皮踩爆了，主人被踩进医院了。因为他们这个猫猫最喜欢那种假老鼠的那种玩具嘛，就是你只要把它啪一扔，里头它就扑过去，然后它就跟狗一样会把它也叼回来，然后。 猫说：“狗粮持久，换点腥味。”猫在怎么吃东西的呀？谁会？对，咪咪就是这么吃的。我感觉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营业状态，但是他们比较自由了。哎呦，好不香，真乖。 吃美的，吃美的，妹妹。来，那个毛了，就像人一样的。
哎呦，有这么关爱的，对吧？不会心嘛，一个人清静的，我好想。我觉得他们就是虽然是流浪猫，但是在这种公园里也蛮幸福的。 喂喂喂喂，衰老而孤独者，他们说我傲慢又孤独，嘲笑我的人群，他们的爱和恨在世上流浪，找不到固定的家庭。 两个在许多门前祈祷的游魂啊，他们比风筝的浪花还要轻。从前的日子，我往往爱到了忘掉，可我爱的人，比现在要大了。 那行怎么样啊？长得如何呀？长得还行。我缺个房没？这个这个这头就好像六十嘛，好赖，就是什么了？根本都长不了。牙齿长的呀？那两个长的，现在就那个公牛。怎么工资呢？工资差不多呀，工资比我两百多呀。怎么工资呢？俺不高。这个是我侄女，你看，你看可以吗？我九一年太大了。太大了。不过就是要小四五岁了，要小一点。要不要拍一个？拍个，跟你有空联系联系。好的，可以。 老师，我来了多久了？刚刚过来。这里面有的人来个一两年了。所以把家长、把自己的儿女包装了，哎呦，真的是没办法。但是一出来一看，他就是忘了嘛。他只能永远在谎言当中，那么对方嘛也是永远在等待当中。你带着，你是天真，是庄严。 你是夜夜的月圆呐、啊，雪化后的那片黄鹅。站稳一点啊！站稳一点，对，谢谢。
都熟悉我了。啊，朋友了。对。你是第三次报道了。读了三年了。